看到标题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做九个最奇怪的最后的晚餐？Well, 它的标题真的就说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的标题说的是 Nine of the strangest last meals ever requested。 所以这边这个最奇怪的 last meal 什么东西啊？这个 last meal 就是一个死刑犯的最后一餐。 OK， 好，最后一餐，所以或许这叫做最后一餐。我们不要加最后的晚餐，最后一餐，所以九个最奇怪的最后一餐，我们就来看看吧。其实我们今天可能会介绍蛮多食物的，其实好，所以死刑犯我们叫它 death row inmates， 所以 death row 这个 death 加一个 row 就是就排在那边一个一个处死的概念 death row。 那 inmates 就是那个囚犯的概念，所以死囚这样子。那他们是能够要求吃最后一餐的。好，那吃这个最后一餐呢，里面一些九个很奇怪的，我们就来第一个看到他，我们名字都不讲，名字在不重点，不是重点。第一个这个人他说他要了 two pints of mint chocolate chip ice cream， 所以他要了两，他们的单位有一个叫品托，所以 pint 这个字念作 pint。 那这边很有趣的是后面这个 mint， 你看 pint 跟 mint 差了一个 m 跟 p 的开头而已，可是发音就不一样， pint 念作 pintMINT 念作 mint， 那 mint 的意思是薄荷，所以要有两个品托的薄荷巧克力，这个或薄荷巧克力碎片的 ice cream 这样子，所以它的 last meal， 蛮酷的。来，那下一个马上看下去，他要什么东西呢？看一下，哦 ，yes， 所以他选了 a single olive with a pit。这个我看了都有点对我来说蛮新鲜的，因为 olive 这个字我熟，就是橄榄。所以他有一颗橄榄，那什么是 with a pit？ 我大概猜得出什么意思，不过我还是确认查了一下下。所以所谓的 olive with a pit，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里面还有那个核存在的，所以里面是有籽的。OK， 好，所以他要了一个 single olive with a pit。这 olive 这个字也不是很好念哦 ，olive 啊、不是 olive 啊 ，olive， 发音蛮奇怪的哈。所以然后呢，他也蛮希望这个。只能够从他的坟里面长出来、啊、长出一棵橄榄树吗、啊、结果后来没有了这样子。好，那下一个他要一个 a bag of cheese doodles and a can of Coca-Cola。 所以他有一包什么东西呢？什么叫 cheese doodles？ 所以我也找了先给同学看一下，就这玩意 cheese doodles， 所以就起司口味的这个饼干，然后还要了这个一瓶的这个可口可乐。那一瓶两瓶，我们用的就是 can 这个字 ，OK？ 所以 a can of soda， a can of coke， a can of Coca-Cola， OK？ 而且这看起来是个女生。来，再往下，这个人要什么东西呢？啊，这个人要了一坨土 ，a clump of dirt， 所以他死前是选择吃土哈，结果没有被许可，因为土这个东西并不是在他们许可的名单的食物上，这样子。So because dirt was not on the list of approved foods provided by prison officials, they denied his request and gave him yogurt. 所以不给他土，给他一瓶优格让他吃一吃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下一个，他要什么东西呢？ 29,000 calorie meal， 他要了一个29,000卡的一餐。哇，29,000卡是什么概念？那它包含了 consisting of pizza, Doritos,McDonald's friends, strawberry shakes, and ice cream. 所以，但是他却没有吃完这一个会让衬衫的扣子爆掉的这一餐。所以他用一个这个 ，He didn't finish the button bursting feast. 这个 feast 就是有飨宴的意思啊，所以吃大吃一餐哈，飨宴一番 feast。我打飨宴会不会出现？那就这两个字 feast。OK， 那这个 button bursting 什么意思？这个 button 就是刚刚讲那种纽扣哈，有纽扣的衬衫，所以会你吃要把那个衬衫的纽扣都挤爆了，所以这个 button bursting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OK， 那没有吃完这个 button bursting feast， 要了29,000卡，搞什么鬼，浪费食物。来，再来，这个人要了什么东西呢 ？A large vegetarian pizza be given。To a homeless person in Nashville instead of having his last meal. 所以这个人啊，在他这个死刑执行之前呢，他要一个大的这个素食的披萨，好，素披萨。然后这个披萨他是要把它给一个这个无家可归的人，
好，所以在 Nashville 这个地方，你就给一个流浪汉，所以他选择不是自己吃，而是他希望可以给流浪汉一餐。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监狱倒是拒绝他的请求 ，so the prison refused the request， 但可是却田纳西州却有很多人就哦，这个人这么有心哦，来来来，我们来共襄盛举好了。所以 many others across Tennessee still follow through with his wish and brought hundreds of pizzas to local shelters for the homeless。所以就很多的人买了好几百个披萨，那买到了这个当地的这些避难所，所以这个 shelter 这个字可以被当作是避难所，就一些游民的避难所给他们吃这样子 ，cool。好，然后下一个。这个家伙呢 ，He didn't ask for a complete supper. Instead, he requested an assortment bag of Jolly Rancher sweets. 所以他要了一包综合口味的。所以这个 assortment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把它翻译成总会或之类的哦。Assortment， 你看 S O R T 在里面 ，sort 这个字 ，sort 这个字就有整理或之类的意思。OK， 所以 he asked for an assortment bag。Of Jolly Rancher， 所以 Jolly Rancher 也是一个这个蛮知名的一个糖果的品牌，这样子，所以你也要可以看得到，它是一种硬糖水果口味的 Jolly Rancher。OK， 好，这知道一下就可以了。下一个，那这个家伙他要的是这个历史上，就是可以名列前茅的很大的一餐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也是有一些食物的名字。He asked for 20 beef tacos and beef enchiladas。Two double cheeseburgers, a jalapeno pizza, and fried chicken. 这么多，二十个牛肉的这个 taco 就是你知道墨西哥卷饼，尤其一般讲硬壳的，如果是软壳的，我们可能叫它 burritos。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beef enchilada， 这个我不是很熟。那我刚刚也找了一下，看起来就像这个玩意儿。OK， 好、哦，就看起来就也是一种卷的东西啦、哦、这个叫做 enchiladas， 也是墨西哥食物。OK。然后两个这个双层骑士堡，然后这个 jalapeno 这个词倒是值得认识一下，这个是墨西哥辣椒 ，OK， 所以我有把这个字找出来了已经，看能不能这样打开给大家看 ，Yes，OK，、okay、发音很有趣 ，OK， jalapeno， 好，所以这个 J 开头它不是 jalapeno， OK， 它是 H 的发音 ，OK， jalapeno， 所以这个中等大小，通常为绿色，非常辣的墨西哥辣椒 jalapeno。OK， 好，然后这个还有两个 double cheeseburger， 刚刚说了 jalapeno pizza， 然后这个 fried chicken 啊，炸鸡这些的，而且还没结束，他继续说了，他还要 spaghetti fruit cake， half a chocolate cake， and half of a vanilla cake， cookies and cream， and caramel pecan fudge ice cream。这个字我实在卡了一下，我也找了一下，这是胡桃的意思啊。那好像念作是 pecan， 可是我常常听到人家念成 pecan 就是了。OK。Two Pepsis, two root beers, and two glasses of orange juice. 所以说 orange juice 还叫做 OJ 哈。好，所以这也都 OK。然后好像也快看完了。哦，最后这边还有一个，也是要了很大的一个很奢华的、很豪华的一个 last meal。所以这里用了一个词啊，这个词不是很常看到 ，exorbitant。OK， 我们频道有看过了，但是这边又看到一次啊，就不是很常看见的这个字。总之，它就是有非常高的或之类的哈，是吧？高昂的或什么的 ，so ask for an exorbitant last meal, two chicken fried steaks with gravy drenched onions, a bacon cheeseburger triple meat with all the fixings on the side, one cheese omelet loaded with ground beef, tomatoes, onions, bell peppers, and jalapenos. 又看到了 ，OK， 所以这边这个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好，两个炸鸡一排，好，而且还要有这个 gravy drenched onions， onions 是洋葱没问题。那洋葱上面用那个肉酱淋满了，所以那个他用了 drench 这个字，一般讲 drench 这个字湿透的意思，所以用肉酱给它淋到湿透的 onions 这样子 ，OK， 然后这个培根骑士堡，然后好像还三层肉还干嘛的 triple meat 啊，不是我们讲的那个三沾吧，不是，这 triple meat 真的大概就是三层的肉，然后 all the fixings on the side 大概的意思就是，反正他该有的小配菜什么之类的都有这样子。然后起司的这个 omelet 应该没问题啊，就蛋卷这样的。然后里面还有 ground beef 啦 ，ground beef 是什么意思？碎牛肉。好，所以 grind 这个字就是把东西给磨碎，它的过去分词就是 ground。你想说 ground 不是现在式的浸煮吗？没错，所以这个字它动词有这个
它可以是 grind 的过去式跟过去分词，所以 grind ground ground， 可是 ground 这个字也可以是某个字的现在式，也就是进组，或者像飞机不能起飞，也就是 ground。那它的过去式过去分词是 grounded 加 ed。以前曾介绍过，所以我们这边不细节再介绍一次。所以所谓的 ground beef 就是被磨碎的牛肉，所以我们就碎牛肉就可以了，这样子。OK， 好，那可惜他的眼睛比他的肚子还大，所以他事实上吃不完。好，所以 the inmate's eyes were bigger than his stomach， 所以这个 expression 也是有的哈。所以眼睛比肚子还大。OK， 那他继续还好像他继续多点了一大堆东西下去，总是吃不完了，这样。OK。好，所以大概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后面也有讲到说，有些人就选择不吃也是有的，因为可能干你都已经要死了，还想那么多干什么？这样。好，所以这有趣的文章，有兴趣的或许你可以自己来把从头看一下，这样子。OK， 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